5、4、3、2、1，电话。电话。起飞，清零，起飞幺五零，三百分两三秒，幺九幺毫秒，幺九十，三百分两三秒，幺九幺毫秒。建议315正常，317正常，110。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站，一个太空实验室。通过这些空间站啊，就是建立在要国产化，包括整个要创新上，通过设计牵引着一些材料、元器件，包括部件来实现自己的国产化。现在我们国产化的元器件也是达到90%以上。空间站是咱们一个太空实验室，这个平台如果利用好了，能做很多咱们地面上做不到的这些实验项目。所以为什么有些材料科学包括医药科学，包括生态学，都在上面做些实验，那就是在上面利用太空这些环境资源怎么去开发利用，然后达到我们地面做不到的一些效果。那么这些下来的成果，那么可能转化成咱们生活中，或者说咱们在那个国民经济上需要的这些产品。